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三维呆熊哦。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玩巨人的猎手，哈，没有错，我们要玩巨人猎手，哈哈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是来玩，不要来玩单人模式，我们来玩多人游戏，点下去，耶、yeah ，好，然后建立主机，地图选择逆啊，就是所谓的女巨人嘛，那。这边有一些游戏规则小解说，我就讲一部分，然后其他部分大家自己看。那 Nap Army 就是女巨人的颈部防御力，那就是我们把她颈部防御力通通消灭的话，女巨人就会挂掉。然后呢，这边有个 Ankle Army， 就是女巨人脚踝的防御力。那脚踝的防御力呢，就是我们把她脚踝破防的话，她就会跌倒，然后进入晕眩状态，我们就可以趁机攻击她的主要部位颈部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来选择难度，我们来选困难模式，最大人数一人，最大时间十分钟，点下去。好，然后名字我们就打 Puppy。 好，人物操作米卡莎也是一样，然后用 TPS 模式，准备准备。好，那开始游戏 Game Start 哦。米卡莎·阿克曼对上亚尼·雷恩哈特。Are you ready? 3、2、1。OK， 然后我们要先到树下面去，然后跟尼亚打声招呼，安安你好，然后他又想打我们，哦吼，好大的脚丫，然后他会想踢我们或想打我们。然后我们要试图躲开他，才能攻击到他。哦，快打我！换我攻击，啪！然后他就会倒下来。然后我们要砍他一刀。哦，只有180而已。好，然后我们要更换刀片。然后我们他会继续想打我们。快打我，笨蛋！耶、yeah ，我又打到你了，你打不到我。然后再给他一刀。哦，比刚高。嗯，好。然后再更换刀片。然后再进个，然后再躲他，呜呼！哎咻，然后他要跪我了。哦，好，然后我们再更换刀片，没有错，我们要更换刀片。然后他又想打我们，你打不到我，你还是打不到我，你到底要不要打我？换我打你，耶，我打到他了耶！哎咻，好，然后换我更换刀片 ，My turn。呜呼，好恐怖！妈妈，哎，就这样回避到补给站。哦，你打不到我，你打不到我，你还是打不到我。你为什么打不到我？长这么高有什么用？你打不到我，你还是打不到我。好，差不多了。呜呼，耶，换我打你。好，然后呢，他就倒下来，然后我们可以去补充气体。OK， 然后顺便看他有没有倒下来。哦，他爬起来好快。哦，你打不到我，哎，换我打你。你还是打不到我，换我打你。哎咻，哎，不够深。好，来吧。长这么高有什么屁用？换我打你，坐下。好，于是呢，我要再更换一次刀片。回避，往前冲。哎呦，他又倒下来了。这就是长太高的下场哦。好，更换刀片。哦，回避，我在回避，他永远都打不到我，我这么觉得。好，砍，然后又换我是，哎咻，好，然后再换一次刀片，没有错，来，快打我，哦，换我，耶、yeah ，好，然后又是我的时间。啪下，没砍到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要跳离他，然后在远处跟他再敬个礼。耶、yeah ，快来打我！你要不要打我？你到底要不要打我？我好像有点欠打。嗯，冲啊！
果喜欢汪汪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在影片下方点击喜欢以及订阅，也或者去我 FB 粉团点个赞。如果真的非常喜欢的话，也可以帮汪汪在好友间做个宣传哦。感谢各位收看，我们下一集再会咯。乌鸦，我好色哦。这怎么啦？你看看这张图，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？消耗。是一段蛮糟糕的文字，你再猜猜看。是哦，在哪里？好，我跟你说，但是你不能骂我。好啊。斩下。